啦，今日讲39条啦。B 系一个分子，随意开放 A， 随开放 B over 四开放 A 嘅三次。好啦，咁我哋咧记得咧，开放咧其实即系二分一嚟嘅，因为呢度有个二字，呢度有个二字，所以咧其实 B 咧。就除 A 嘅二分一次方啦，再除 B 嘅二分一次方啦，呢度 A 嘅三 over 四啦，總之呢一個一定係個分母嚟嘅 ，OK？ 寫翻過去四分之三得唔得？好啦，除變成分子分母顛倒啦 ，B over A 嘅二分一次方乘翻 A 嘅三 over 四。除 B 嘅二分一次方啦，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呢個係一嚟嘅，指數相減就 B 嘅一減二分一次方乘，即係唔使寫啦 ，A 嘅三 over 四減二分一次方呢個指數相減得唔得？呢兩個相減，呢兩個相減，好啦，呢一個咧。其實即係四嘅三減上下乘二，即係二啦，所以答案係四分一嚟嘅。所以個 answer 咧就應該係 A 嘅四分之一次方 ，B 嘅一減二分一，二分一嚟嘅。所以呢個咧就係個答案啦。